OK， 欢迎各位再次和我一起回到 Wolfenstein。 没错，我们现在似乎是在对月球。啊天啊， OK， 重新获得设备第13章，然后报纸 OK， 来计划在月球上的劳动营，柏林1960年11月15日，月球基地项目。老板迪特朗今日透露，月球劳改营建的新计划，我们不仅能够将地球社会中不受欢迎的元素转移到月球上，远离公民，我们还可以让这些堕落者从事乌蒙铁矿业的工作。今日早上我们打电话给朗，他是这么说的。乌蒙铁矿，一种罕见的矿物，到目前为止只在月球上发现。目前是通过远程控制的无人驾驶飞机进行提取，但该过程非常缓慢，而且效率低下。新劳改营的将建造在地下矿井中，几乎完全是自动化技术控制，如警卫、无人机和自动机枪，以防止犯人逃跑。OK。OK， 我们现在是伪装成一名德国科学家，所以空间科学家 OK。Hello。这是月球贩卖机，好吧。我猜往这里。OK。科技，没错，通给我立正站好。我要四处晃一下。OK， 研究新世界和平与繁荣。柏林1960年10月15日，世界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和平了。新的研究可以证明德国人健康富有。根据这项研究，他们比以前更快乐，满足于自己的生活和积极展望未来。此外，我们生存空间几乎覆盖了地球可居住地的 75%， 并扩张进入了太空。许多分析师预测未来扩张将带领我们前往金星。对，德国人是更健康快乐的。那德国人是指纳粹吧？啊。OK。哇。Compress。This is the moon. Seen it 1,000 times. 对，虽然说见过1000次，但是真正走在这上面是第一次。OK， 不要理我，我只是对进去看看而已。OK， 我的装备似乎在那里。我希望我没有错过什么。
收集要素。哦，金手杖 ，nice。OK， 这个挡住。OK。在做任何蠢事之前，先熟悉一下环境。好吧，看起来这边没什么值得我们逗留的。来吧 ，Caroline， Anya， do you read？What's your status? Well, I'm on the motherfucking moon. There's a mouse on this one. I will clean it out with soap. Now, Blazkowicz, the goal here is to steal the nuclear decryption keys located in the command module. In order to reach the command module, you have to find a spacesuit and walk there on foot across the lunar surface. Affirmative. I believe in you, William.OK， 找到一套航天服。OK， 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手雷？哦，Oh, you shit. Oh.
充电的，对。我现在真希望拿到一张地图之类的，但是显然没有。OK， 我们这个没有消音吗？好吧。从另外一边打开。我们是往正确方向吗？大概吧。OK。希望我们这次不要再搞砸了。OK， 在下面，在下面。啊，天啊！先把上面这一层的人都干掉好了。那边有个指挥官。转回来。呼呼呼！Nice。OK， 月球基地地图。
他要过来了。OK， 手雷 OK， 我发现有时候收藏品会藏在这个箱子里面，我之前有好几次就是没有去 check， 所以漏掉了，还蛮多的。那我来看一下指挥官，哦，就在我们正下方。OK， 你应该最后一个，拜拜。OK， 好吧，我们有五个问号。OK， 我们应该往哪里走？往这里吗？我记得刚刚这边有一道门是可以打开的。像是这个，不是，哦，这个已经用过了。那个吗？没错。OK，
达上限。好吧，好像是走这里没错。Oh my god！有两个指挥官。OK， 我们现在人在 A 区这里，然后这边似乎有一个收藏品。他会跟 ，Oh fuck！ 啊！我在怀疑他会不会跟过来，但显然会。Oh my god！好，没电。好吧，不要跟我说这边也增援了，应该没有。我需要，对，就是你。真的非常非常失败。OK， 啊，好吧，不是很顺利，哈哈。啊，我是从哪里进来的？我已经迷路了。OK， 在这里。拿一点补给好了。
哦，这里通往哪里？该不会这里是可以秘密潜进来的地方吧？刚刚没有发现。这里也是哎、欸！天哪！OK， 好吧，那这个区域的收集品就已经拿到了。好吧，我猜这几个通风口应该都是相同的。刚打开的是哪一个？算了，没差，从这里应该一样。July 10th, 1948. The war is over. The Nazis have declared victory.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 peace. I can't stop crying. For me, this war is never ending. No, okay. 哦哦，偷瞄一眼。哦，好吧，我没看到你。哦。好吧，我也没看到你。我今天没有看到的人还真多。OK， 好吧，看来我们这个区域的收集品就是这个密码了。
OK， 所以让我们继续前进。这种自己打开的门总是会把我吓到。听到很多很多脚步声，OK， 有两个侦察，两个指挥官在上层，然后这里也有两个收集要素，一个在这。黄金面罩 ，OK。只有这楼梯可以上去吗？走楼梯似乎有点太正大光明了。那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移动好了。OK， 好像不会。但这个似乎一直在走来走去。好，没想到在巡逻的不是指挥官。哇 ，What the fuck！ 这是什么鬼？指挥官，
Hello。There is one more service tunnel connecting the laboratories to the airlock. Can you find it? OK， 那我们彻底的搜刮这区域。路上这边还有一个收集品在那个方向，是在里面吗？哦，一封信。OK， 来看一下。致德国日报丹奇格大街。哦，等一下。你好，前几天我看了你的报纸，知道你现在接受了联系广告，因为有点冒险，所以我决定试一试。以下是我的广告：亲爱的未来妻子，我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太空士兵，目前驻扎在月球上。我的职业生涯非常成功，其中奖项有包括长期服役奖、勇敢骑士十字勋章和将军突袭徽章。在地球，我住在柏林中心的附近一个独家公寓里，应该是独身，就是小套房啊。因为职业生涯的巨大成功，我有打算以后搬到乡下去居住，但有时候在太空中没有妻子就会感觉到孤独。你是否是一位喜欢做饭打扫的可爱年轻女孩呢？你是否可以生下很多孩子，四个、五个、六个，或是十二个？你是否厌倦追求自身目标以及追求成功的压力？你是否想作为家庭主妇安定下来？那就来和我一场浪漫的相约。在我结束六个月漫长太空任务返回之后，我将向您展示出从未体验过的生活。你未来的丈夫，迪特尔上校，就是这样。请将所有申请者送到四号成员舱。由衷感谢。OK， 我不确定这个上校是不是我们刚刚干掉那个，应该不是。我们干掉是指挥官，上校应该在更大的，对，大概吧。好吧，继续前进。那 OK， 我有不好预感，总觉得下面有人在等着埋伏我。OK， 第三个密码。被锁住了。November 16th, 1951. The Nazi appears to have a hot temper. I learned this as I attempt to smash his head with a flower pot I dropped from my apartment window. Sadly, I missed. He had friends nearby. They broke my door down. I said it was an accident, but they gave me a black eye and spit on my dress. I want people on my side I can rely on. My grandparents are on my side, but they are not fit to fight.
OK 好吧，看来前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又一个。好吧，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安全的。OK， 总算。Let's see. Space. Not to walk the lunar surface. Nothing to get all worked up over. Nice. 各位准备好出去月球上面漫步了吗？Oh my god.月球基地。July 17th, 1955. The Nazi appears to be a choosy bachelor. I learned this as we sat on a picnic blanket in the meadowlands. He said he would kiss me if I bleached my hair blonde. I was nauseated by his request, but as long as I smile and hide the hate, no one is suspicious of me. So he drank the wine I spiked with sedatives, and I rolled him down a shallow grave. 天哪，壮阔！看看这景色啊！天哪！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四处乱走？好吧，大概不行，有点可惜。